我刚吃完他的泰国情歌，它是泰奶烤乳肉加珍珠，那我还蛮特别的，第一次吃到这种口味。那我觉得整体吃起来非常有层次，因为它最上面的珍珠很有嚼劲，然后呢上面是淋一层泰奶的酱，那一层很滑顺，那中间的乳酪部分就是很黏腻，我觉得蛮特别，它最下面的那一层塔皮是带有一点焦香。